你看我们现在步行大概要700-800米路才能吃到饭。你说这路边也没一个什么共享单车什么的，全靠步行。我今天走了一天，我感觉我的脚都废了呀，太不发达了这方面啊。看人家骑自行车，我好羡慕啊。你看马路上啊，什么喝的都有，就是没有共享单车。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共享单车一样的设置，结果人家这是停自行车收费的地方。这个怎么收费的？1小时免费。以后24小时内150，就是7.5块了。家人们，我们终于要到达了，这就是我们要来吃的松屋。来吧。以前在日本就经常吃这个，主打一个便宜。选吧。没想到松屋都找了那么多了，这边会叫号啊。等一下我们派出小鱼儿去拿饭，有没有胆子？有的啊。最后妈妈决定还是坐在这儿。现在已经晚上11点多了，小鱼儿你饿了吗？中午就吃了一个麦当劳，然后之前吃了一个小饭团。啊，最少要的还一份，慢慢等。哎呦，好乖呀、这个是白米饭，这个是沙拉，牛肉饼，味噌汤，小鱼儿这边还多一份蛋。好，赶紧吃吧。你要干什么？早一点，万一不好吃。这好像是烤肉的，怎么样？先喝口汤。粉丝片子，好吃。拌一下。爸爸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对面吃。小娟也吃完了，就在吃草。妈妈也在吃草了，大家都吃完了。你看爸爸的，哎，爸爸的也光盘，也是点草。在日本吃饭就是要自己端盘子啊，自己拿来自己拿走啊。小鱼儿来，哎，长大了就是不一样了啊。真乖，还帮妈妈呢，乖宝宝。回家，我们回来了。这些都看不懂，有啥好看的嘞？